粮食烘干机多少钱一台？粮食烘干机价格因型号、规格、品牌和功能等因素而异。常规设备有30吨、50吨、150吨、200吨、250吨和300吨等不同产能配置。粮食烘干机价格在15万到150万之间。一般而言，产能在35吨到200吨之间的粮食烘干机价格在50万以下，而产能在300吨及以上的粮食烘干机价格则在50万以上。实际购买时，除了看产能，还要考虑配置的差异，主要在于锅炉和材料。扣除国家和地方补贴后，一台粮食烘干机实际价格在7万到100万之间。